来喽！放心。哎呦，这干嘛？那什么？蘑菇？是蘑菇蘑菇。我能力好像吸在我身上，还怎么样的？哎。我觉得我们着火喽！我们先回船上重整一下。我直接掉到机械狗的脸上，我他妈差点死。哇！啊！妈的！啊！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这到底是啥？哇，我们第二部的流量直接暴增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后面好像有你的胸啊！哇哦！好，我被吸走喽！没事，死掉了。你们突然人就不见了，我想说怎么突然两个直接消失？有蜈蚣，有蜈蚣。怎么那么近啊？牙超大的。我们来到了新的探索地点，现在海星竟然会栖息。哦，这海星会卡在这个地方哦，好恶心哦。哇，哦，好恶心。刚刚那个是啥？有枪手啊，刚刚。啊 ！Hello。哎，我以为你是假的。啊！你快把我。我只能说，刚刚我们在看炸弹客玩溜滑梯，然后。他们玩到被吸水，有方法炸弹拿起来丢啊！白痴哦！他丢炸弹过来，有方法把他接住，然后要丢出去，他就一起被爆死了。然后梅林，哎，后面有那个抓人的，哇、哦！完了！你先回船上，你先回船上。我刚忘记转画面，我应该赶快按 R 的，像鼠皮。丢摄影机，我丢摄影机，在那个门船前，好混乱。我怎么还活着呀？怎么样？我们还有一点点，但好像该走了。他们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活着，我被他丢两次，然后我还有一点点血。他回去，对啊，他伤害好像有改低。干嘛啦？等那个、啊。什么啦？压力压力。那应该有。别吧，怎么是哦 ？Press the button 吗？所以它怎么爆炸的？你有按吗？没有吧？还是被炸弹丢了？还是被炸弹？好过。哦。好。OK。人呢？哦，莎莎。其实我第一次看他是在影里，是他不知道什么剑。那我不要撞一下我的妹子。被捅死了吗？直接消失。对他被捅死，他不那他那个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次的机会有没有机会？最后一次的机会、哦、，OK 没有，没有中，没有机会。哇！是不是又被电死？等一下，哈哈哈 ！QTT 进游子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人这个人留言超坏的，还没有人帮他按赞，超妈的，这个就是酸民，一定ban掉他。所以没有人帮他按啊，没有人帮他按啊。有ban。他是直接冲上来，他直接冲上来耶，超扯的。哦，我们直接从那边跳下去，可以耶。带回来哦。哎，我们达标了耶，居然，太扯了吧。他感觉应该有刻意让你就是不会的，我在猜他搞不好，对，我猜他搞不好，如果你前两天 miss 你最后一天也会达标，我在猜。没，会不过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只是说如果都是拍怪的话，基本上都会过。